的大破动作呢，他反而不是特别的频繁。尤素波娃，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的棒操。国际艺术体操联合会非常的推崇运动员呢发展自己的独创性动作，我国的选手钟玲就曾经在棒操这个项目上有自己的独创动作多努。他在这套动作里面包括一个开始有一个侧倒小五花。